佛教给我们往生三桩事情，第一个是你有信心，第二个你真想去，第三个就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不中断，就能达到，其他的方法都有问题，我们要留意，不要为外面的传说动摇了，那就可惜了。要有依据，依据是经典，经典上不是这样说的，我们不采取的。信愿行，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有阿弥陀佛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法门去修行，决定有正果，决定有好处，来生不堕三途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在造因呢，善因善报，恶因有恶报，来生到哪里去？反省一下，我每天想的是什么？你想常常想，天天想，想就是你去的地方。所以起心动念，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你来生生极乐世界，好啊。人包括一切动物，真有来生过去，起心动念很重要，心善言善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决定不吃亏。佛说的，祖师大德说的，真的不会骗我们。我们只要好好的抓住，不放松，决定得胜。这个人间太苦了，一年比一年苦，有空的时间就念佛想佛，不要去想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既然来了，恒顺众生，随顺大家，好好地把这句佛号念好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从极乐世界再回来，可以帮助你的有缘的同修，你做给他们看，这是一桩好事，其他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最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，决定往生，无量劫来的问题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解决，就是你多幸运，机会不要放弃。庄严佛境。
红生经。